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邱建。那么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啊，在这个我们总领事张其学大使的这个要求下啊，举办了这个防范电信诈骗大巡讲的活动。这大巡讲是怎样的呢？就是我们领事馆的同事们一起到我们侨胞聚居的这个地区，法拉盛、布鲁克林、曼哈顿、唐人街，到这些侨胞聚居的地方来举办讲座。举办讲座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针对目前海外侨胞的这个电信诈骗进行防范措施的宣讲，防范办法、防范技巧的宣传和介绍。那么通过在一个多星期的这个宣传呢，我们已经举办了11场讲座，明天那么可能是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场讲座，这个12场讲座将在布鲁克林举办。通过这些讲座，我们面对面的跟侨胞一起啊，共同分享了当前诈骗犯罪分子针对我们海外侨胞的一些犯罪行为，通过电信的手段来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那么也提醒侨胞啊，能够这个认清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和形势，那么以及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大家告诉大家，大家向大家宣传如何防范，如何制止犯罪，如何制止发生在我们侨胞身上的犯罪啊，这样呢，这个我们的宣传就应该是达到了目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各个社区的侨领啊，我们这10多场讲座啊，都是和我们社区的各个侨团一起合作啊，包括我们一些公共设施，比如说市区的这个公共图书馆啊，包括我们这些华人聚集区的这个警局啊，纽约警察局的这5分局啊、109分局啊、72分局啊，都是非常支持我们这些活动。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继续告诉大家，继续宣传如何防范啊，给大家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提个醒，能够真正啊避免损失，避免成为受害者，过一个快乐平安的新春佳节。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总领馆邱副总领事他们特意呢带了那个几位同事到胡建会馆来跟我们宣传，就是电信诈骗防范的问题。我就感觉到总领馆他们不管在什么时候，他们第一时间都会为我们侨民着想，因为他看见现在很多外面的事情呢，都是以诈骗的方式冒领总领馆的名字，在社会上到处招摇骗人，所以说他总领馆怕我们的华侨受骗，他今天特意来我们胡建会馆，跟我们胡建会馆一起合作，来举办防范这个座谈会。我就感觉到总领馆他们这样做法对我们的侨民是非常关心的。我们以后呢，胡建会馆要多多配合总领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跟总领馆配合好，这样在这个社会上前列，为我们侨民做事情。国建会馆陈信海主席，尊敬的总领馆邱建副总领事、袁玉云女士、江培群女士，各位友人、各位嘉宾、各位乡亲、新闻界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在这冬雪绵绵的季节里，在这新春佳节的节日里，今天我们国建会馆真的是人必生辉，总领馆领导莅临本会，盼望我们，关心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祖国的亲人到来，以新春安全防患电信诈骗大巡讲在我们胡建会馆设点宣传。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美国胡建会馆陈信海主席致欢迎词，掌声有请。尊敬的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邱建副总理事、彭玉英女士、江女士，各位常委、各位嘉宾、新闻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领导在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福建美国福建会馆的乡亲们举办提醒领区中国公民防范电信诈骗讲座。总领馆就是领区内所有华人华侨共同的家，总领馆一直在为大家留学经商求发展创造机会，维护中国公民的各项权利，让每一个燕欢子孙时刻感受祖国母亲的温暖和关怀。最后，我再次代表美国福建会馆，多谢邱副总和各位立民，同时向大家拜个早年，预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大吉，谢谢。我们福建会馆每一个职员都是中国的一份子，总领馆的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会全力配合总领馆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邱建副总领事给我们讲话，掌声有请。给大家呢带来新春的问候，新年好。那么马上也就快到我们炎黄子孙最重要的节日，二月份马上就要春节就要到了，而且我们现在进了拉班以后就算过年了，在这里呢也是代表总领馆给大家提前拜个早年，他的圈套一步一步的，最终让你把你的钱汇给他，或者是他说我暂时替你保管，或者是你汇到我这儿就安全，或者是你得这个交给我钱，我才能给你摆平事儿。各种各样的剧情，各种各样的故事，啊，就根据大家的情况，他就这个骗子几十个人呢，有积累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经验，就根据不同情况就开始。这时候我们的侨胞啊，有的就上当受骗了，就是面对这种情况。总领馆啊非常着急，我们觉得就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种诈骗犯罪，就是针对我们海外侨胞的，就是利用侨胞对大使馆总领馆的信任诈骗侨胞的钱。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开始了，我们从去年十一月份就开始，我们今天我带了同事有两个，以前的讲座都是三个，还有一个马领事，马领事这几天因为太累了啊，这昨天晚上开始发烧了，所以今天就来不了见不了咱们会馆的同胞了，但是呢我们张领事经验也很丰富啊，也一样能把我们这个宣传讲座的事儿做好。那么我感觉啊，只要大家能够认真的听就知道如何防范啊。再次祝愿大家啊新春快乐安全，谢谢。新春骗了之后反反复复的三次四次五次的去给对方退钱，甚至有的人呢自己的钱不够了还去找家人朋友借钱去给骗子去退钱，可以想见这个骗子的手段是非常的有效啊，能骗到很多的钱。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比较好奇啊，这个骗子他们到底是用怎么样的一种骗术能够对这么多人洗脑，能够骗到这么多的钱呢？下面我们给大家放一段美国中国电视台采访的一名受害者的真实受害者的一个故事。对方首先就声称就是这是中国领事馆，然后呢有一封就是您的邮件寄到我们中领馆来了，对方就是要我朋友向他就是核对一下他的名字，我朋友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了，
报上去以后，他就在咨询，就是我朋友他在美国的身份是绿卡呢，还是中国公民呢，还是美国公民？我朋友就向他透露自己是美国绿卡。接着那个套路就是对方就问他，你可不可以怎么样才能证明你是在这里合法身份或者是中国公民呢？你有中国护照吗？然后我朋友说有，他就向对方拿了，对方就要我朋友去报上他的护照号码跟那个名字。然后我朋友说，那我怎么借法呢？对方就说，哦，你可以去向朋友借，但是呢，我跟你谈话这些所有东西，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点点信息。那个时候你们是受自己控制的，就完全像那边说的所有的话。那么一旦你上套之后，他们就不停的变换各种套路，不停的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换各种各样的人，比如假冒的不管是工作人员、假冒的警察之类的来骗你，最后让你上套。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被骗之后不止一次的去跟对方汇款，而且即使自己没钱，有的人还去找别人借钱去给骗子汇款的这个原因，他就能环环相扣，一直让你相信他说的这些话，一个恐慌的状态。那么什么是实呢？要你的钱是实实在在，他只有一个落脚点，就是要你的钱。他不管是让你汇款、让你转账、让你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的账号密码，他都只有一个落脚点，就是要钱。所以说，大家有接到这样类似的电话，虚假的人物用虚拟的人物咣咣就跟你进行虚构。下面我就我们就重点再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我们首先给大家放一段，就是我们收集到的真实的诈骗电话的录音。中国大使馆提醒，已有某重要快件尚未领取，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需查询，请按一，接通人工服务。你那个电话很不清楚，听不清楚我声音是吗？对，你能不能稍微大声一点点？好的，这样行吗？请问你那个是哪边打过来的？我们是中国领事馆。哪个城市的领事馆？温哥华的中国领事馆。您听清楚了吗？哦，听清楚了。你那个有什么？这个信是写给谁的？刚刚告诉您的时候，有文件的内容或者是电话给做查询的吗？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你们那个信是发给谁的？我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给我的，我才要去领或者怎么样。不是我的话，我就当时打错了呗。还是我这边改用电脑帮你做查询，但是可能不见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打给我的时候没有那封信在旁边吗？非常不好意思，你不在我工作范围内，是我本人通知你的。那如果你要做查询，还麻烦你提供你的信，我才能帮你做查询。问你叫什么？如果你那边没有那个东西的话，我就算了，我就当时打错了，好吗？啊，不是，如果你说吧，拜拜。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说大家涉嫌你们洗钱什么之类的犯罪，来让你陷入恐慌，来让你相信他真的是总管的工作人员来骗你。所以啊，我们今天啊也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总领馆是怎么来跟大家联系，怎么来对外开展工作的。首先第一个呢，总领馆不会通过电话通知任何人任何侨胞涉案，不仅仅是总领馆，中国的公检法机关也不会通过电话来通知任何人涉嫌任何案件涉案。这些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不会就是打电话跟你通知就说你涉案了，要配合我们调查，我们不会这么做。第二个，我们不会通过电话来索要入会侨胞的个人信息，尤其是个人银行的信息。那么有的骗子就会打电话，会套取你的银行，大家都有信用卡，会盗取你的信用卡号、你的安全码、你的那个银行卡的有效期。有了你这些信息呢，就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
我们总领馆不会通过电话的形式来索要大家的个人的，比如说护照号、出生年月、姓名，这些信息我们都不会打电话跟大家要，也不会要大家的个人银行信息，更不会通过电话要求大家给我们转账汇款。大家如果有去我们总领馆签证大厅办证、办护照、办签证的话，我们会在现场根据我们的具体的规定来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我们不会通过电话来要求大家，以任何的名义要求大家来给我们转账汇款。另外呢，最近啊，我今天上午过来之前，还有一个侨胞打电话过来说，有接到一个自称我们总领馆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告诉他的签证过期了，让他去办，说有没有这种情况？那我们也提醒大家，总领馆不会主动的给侨胞打电话提醒大家去办理护照或者办理签证这样的证件手续。这个办理护照，就是大家护照过期了要补办，这些都是大家自己自愿的行为。大家比如说过期之前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补办，或者任何时候大家要去补办，这是大家自己的个人的意愿的一个行为。总领馆不会主动打电话去说你证件过期了，你要来办，然后你要给我转钱。定期的根据近期的景区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来给大家发布警示提醒、安全提醒啊。那么我们平时景区内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我们也会在上面发布，这种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在上面发布各种各样的活动的信息。那么大家如果想办理证件、护照之类的证件的话，也可以在上面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是我们总领馆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大家如果有微信的话，拿起微信扫一扫就能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能实时的去了解总领馆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以及我们发布各种各样的提醒。那么大家可以拿手机扫一下。那么其实就刚才那个邱建副总理也提到了，从去年十一月开始，我们就陆续有接到侨胞的通报，说有那个冒充总领馆工作人员打过去的电话，疑似诈骗电话。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陆陆续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网站上发布了几十条的这个警示提醒，来提醒大家避免上当受骗。所以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有微信的话，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能时刻得到这个最新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信息。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平时啊，要多关注时事跟社区的动态，多了解一下周边的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如果大家有接到可疑的电话，大家觉得这个电话自称是什么政府工作人员，那觉得他很可疑，大家不要真的相信他说的话，一定要跟身边的家人朋友多商量商量再来处理，不要就是匆匆的相信他说的话，给他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给他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或者去给他汇钱。那么如果给你打电话那个人，他的电话里头有提到说我们这是一个什么类似什么国家保密案件之类的案件，那么要你不要跟家人朋友联系来保证安全，有这样的不合理的要求的话，大家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挂断这个电话就行了。有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的人，大家就不用再跟他周旋了，因为骗子是有很多骗术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吓你，来让你上当受骗。所以大家有接到这样的在电话里头提出这种明显是不合理的要求的，大家直接挂断电话就可以。那么如果大家突然接到陌生人电话通知，比如说有亲人遭遇交通事故了，或意外身亡了，或者被绑架了，或者被警察去抓走了，要你来保释他们。大家接到这种电话之后，也不要慌，就是有任何事情，大家就慌了，就赶紧听，就真的相信这个电话里说的话，就给他汇钱，给他转账了，一定不要这样，要通过的其他渠道去核实后再来处理。那么根据我们最近接到的侨胞部门通报呢，我们也觉得有以下三类人群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第一个是年纪比较长的人，老人，因为他们可能接触外界的这个信息的渠道相对比较有限，就很容易成为诈骗者的一个目标。第二个呢是自己一个人居住的，也是跟外界沟通比较少，了解信息的这个渠道比较有限，很容易上当。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涉世未深的学生啊，年纪比较小，一般啊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也很容易被骗子蒙蔽。那么新年也马上快到了，大家同时也跟自己的亲人朋友聚会，有串门，相互之间啊也多提醒一下，有老人的，有自己居住的人，或者有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觉得
大家日常聊天的时候，有时候跟他们提醒提醒，有接到这样类似的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挂断。如果心里还是没底的话，可以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来核实。一定不要相信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他编造的一些很夸张的一个情节。那么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总领馆的24小时警示保护与协助专线电话。这个电话大家碰到什么事情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比如说大家接到一些工作时间，他要打过去，他也会自动的转到我们北京纽约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专线电话，就下面这个00861012308。大家有什么事情呢，都可以打我们这个24小时的值班电话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下面这个12308呢，其实是不只是大家在美国的时候可以打，大家比如说有去其他国家去旅游，碰到了什么问题自己没法解决，想联系当地的使领馆，大家就找当地的使领馆，要联系不上，大家就可以打这个中国00086，中国的区号，代表北京的区号10，代表12308。所以大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打，它的总部设在北京。那么大家碰到什么事情打给这个电话，它马上会转给相应的大家所在国家的使领馆，他们就会跟他取得联系来协助大家。汇出去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那我们第一步也是建议大家马上跟你汇出去的这个卡所在的银行马上跟他联系。那么这个其实是经过实践证明是很有效的这么一个做法。我们上周也是接到有一个在纽约地区的一个留学生的电话，说他最近接到了骗子的电话，他跟他说那个他涉嫌洗钱了，犯罪了，要让他汇钱来到国家的一个所谓的什么国家安全账户上去。那么这个留学生呢，也真的把钱汇出去了，汇了2万7000-8000美元就汇出去了。汇出去之后，他自己静下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不太对。汇出去之后1个小时，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我接到这么一个电话了，我觉得很可疑，但已经把钱汇出去了，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马上就告诉他，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你拨了电话之后，马上去跟自己的卡所在的银行去联系，你告诉他，你好像遭遇到电信诈骗了，这个钱好像是要汇到骗子账户上去了。你赶紧跟银行联系，马上把自己的账户冻结，马上把这个汇款冻结住，不要让它汇到骗子的账户上去。那么事实证明这也是有效的，因为他认识到自己是被骗的，这个时间很短，他1个小时之内他马上就意识到了，他马上跟银行联系，那么最后这个钱就是成功的被冻结住了，没有汇到对方的账户上。那么第二天马上这个钱也会返还到他自己的个人账户上，避免了损失。这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那么如果诈骗者向你提供的账户是中国境内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我们最近了解到的骗子一般他会给你一个北京的、上海的、四川的账户，说你把这个钱，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安全账户，你把钱汇到这个账户上来。如果大家是把钱汇到了中国境内的银行账户，那么同时你也可以打国内的公安部门去报警。国内我们每个市的公安部门都有一个专门的反电信诈骗中心，大家打电话拨110转到反电信诈骗中心，跟他说一下自己的情况，提供一下你汇款过去的银行账号。如果时间够快的话，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和银行是有这个能力把钱快速的冻结住，来止住这个损失的。所以说，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提到，骗子这个把钱转出去的时间是特别的快的。如果大家身边有亲人朋友被骗了，这个时候就是在跟骗子在赛跑。只要你时间够快，是有这个机会把钱快速的止住的。最后啊，我再给大家放一下，就是我们的纽约交通馆24小时临时保护与协助的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谢谢邱总给我们讲话，也感谢张女士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解释。我们也通过这次大宣讲，也希望每一位乡亲都提高警惕，不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谢谢大家，欢迎，谢谢。